巴哈马这边的海水啊，是真的清澈呀。现在我们这个团啊，在一个岛上准备吃午餐。这是给我们准备的午餐啊，就一个简单的三明治，还有一包薯条，还有个饼干，然后就饮料畅饮。哦，来凉的凉的凉的，对对对，哦啊，可以可以。我们就坐在这个阴凉的地儿啊，吃个三明治先。这边海水哦，很清澈。谢。小梁，梁姐朋友的朋友啊，坐个队。哇，他们这些坐在沙滩上吃饭的人是真的不怕晒呀。如果我没猜错，这是一根胡萝卜。巴哈马这个物资真的很匮乏啊。哇，你这胡萝卜吃就不错了，我跟你说。哇，来游个泳。好舒服。这是巴哈马啊，这边的海岛的这些海水真的十年前。好了好了，岛上休息了一会儿，这垃圾肯定是自己得带走啊。他这边这个船啊，速度都非常快，马力都蛮大的。垃圾收集起来，让他们先上吧。好晒呀，这个，做好防晒啊！还好我戴了这个帽子，还好一点。这一船20来个人，碧海蓝天呢。起锚。这个毛和救生衣都藏在这底下的啊。这船上是有 WiFi 的，但是有的时候是没有，得看连到信号没有。今天的行程我估计就差不多了啊。一天三导游，哎，这边水是真清啊。跑起来就没有那么热了，我们两个在前头坐着呢。好了好了，我们现在回来了啊。回来倒是很快的，这个船飙起来飞快。早上9点钟开船出发啊，现在回来差不多就是1点钟啊，就4个小时，就在这个周边的一些小岛转一转。走了走了，上船了上船了，上船了，下船了。OK。OK， thank you， thank you。好像这个船这边还在有人等着呢。还会再出去一次吧，应该。找拖鞋，找拖鞋。基本上都是在网上报团啊，然后到这边来集合就行了。每个公司不一样，这个柜台不太一样啊。这一次出海 Safari 活动也为我将近半个月的巴哈马的旅行啊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啊。我俩选择走路先回我们那边，衣服换了，早洗了。他这真的是每天啊，100%啊，都得来几个新游轮呢、啊，他的消费啊，得有机会挣钱才行啊，努力都没有用啊，还是得找机会的。这边这个天堂岛的亚特兰蒂斯酒店，啥时候你要说是舍得度假，就过来玩啊，两口子玩上也3-5天，花个3-5万的。就这么一个小岛啊，真的啥物资都靠进口啊。这是沙子吗还是土啊？这个进口的这个桥啊，我这半个月来来回回走了好多趟了，这应该是最后一趟了。这个回来啊，好好的洗了个澡，换了一下衣服，呼，走路回来的真的好热。现在呢，我们我跟那个小梁，我们准备去他朋友剑阁那儿，就是那边有一个中餐厅，我们在那儿去吃点东西。我跟小梁啊，我们又到了这个市中心这条街了啊，就这么一条街，就在这个游轮码头旁边，那边是游轮嘛，
今天晚上是我们一些人，就是跟那个小梁的老乡啊，他们都是广东人啊，在这边有一家中餐厅，中餐厅都是他们开的，知道吧？说晚上一块在这吃个饭，就这一家金凤凰啊。那是现在人还蛮多的啊。他这个好像有两个名字，有叫金凤凰，也有叫金岛，这样子。主要其实是面对的是游轮上下来的游客，就是从这个码头直接走路就过来了啊。对，多多和他的朋友，我在这聊会儿天。今天晚上我杨姐多多啊，还有小梁，我们在这吃员工餐，跟他们一块儿，红烧的猪蹄还有鱼。他们这边啊，味道最好的是这个烧鸭，看一下，正宗了。哎呀，好几天没吃这么多米饭了，谢谢。这些都是小梁的老乡们。哎，你们都是广东人啊？哦，好，行，谢谢啊。对。然后又先吃一块这个，哇，这个一看味道就真的好正宗啊！对，味道好，烧鸭吃肥的，再来个猪蹄。多多他们也回来了，在那桌子吃。中国大白菜，这个岛上这个菜太金贵了。哎呀，我给乔伊说我们先吃了，乔伊说待会儿我咋吃，我说过来给他打包一点吧，好吧。啊，停车场就停在这后边就行了。对。就给乔伊拨上一点，他们回来的有点晚了。对，乔伊带团啊，他们旅行团今天折腾了一天，晚上也是在这儿吃，都给他们准备好了的。介绍一下啊，老板建哥啊，大家有机会到这个拿骚来啊，就可以光临这个建哥的餐厅啊。味道确实不错，味道确实不错啊。我们那个乔伊的饭也是准备好了的。哇，这多多小朋友，你们两个全是糖啊？全是糖。多多，以后你俩要是近视了，你俩就说错了，蛀牙了，你们就把这段翻出来看啊，这不能怪任何人啊。你看你还吃，我前两天还教你如何刷牙的方法，也白教了，这天天吃糖有啥教唆的这个？哎，你来，你也下去。对，你俩就在这儿分赃。这个两个是我的，这个是安妮的袋子，你的放在箱子里头的，还有这个。啊，对。你说蚂蚁。啊，我。哎呦。这是小孩太猛了，吃糖。公主请上车。这多多这个好好玩啊。晚上了，我们几个人呢开个车到这个岛的最东边海边来吹吹风纳纳凉啊。这乔伊的话已经是把客人送回去了，忙完了。哎呀，当一个导游也不容易，真的。因为就是客人我们肯定是就不太方便上镜头，也没拍摄啊，是吧？而且特别搞笑，就是我们在那不是帮忙嘛，客人他以为我是饭店的。最粉的就行了。没有特别粉的，就是要仔细肉眼去看才是粉的。哦，这就是坐飞机过去看到的粉色沙滩。OK, 拍可能拍不出来，是不是效果是吧？不要跳来跳去啊，也不要蹲来蹲去啊。哇，确实可以啊，这边人少啊。哎呦，坐飞机过去来回多少机票？三百多一点。那再加上抱团乱七八糟的呢？抱团的话，一个人大概是800到1000美金，一个人当天往返，还不加机票？就加完机票是800到1000美金一个人。啊，我还是等我有钱了再说吧，太夸张了。主要那个车贵啊。
那车导航的车贵是吧？导航要车，然后去那个蓝桥。哎，我今天还拍了蓝桥，蓝桥是左边是大西洋，右边是那个加勒比海那种蓝色的。左边就是深蓝色是吧？对对，大西洋是吧？右边呢就是这种。就是加勒比的那种浅蓝，对对对，哦，就这个意思。然后那个桥就这么窄，就我们现在这个路上这么窄，哦，然后两边是不连通的，然后你就左边一看就是深蓝，不是都不是深蓝，是黢黑的大西洋啊，然后这边就是浅蓝色的加勒比，对对对，啊，哎，当导游不容易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而且水是真的清澈呀，对啊，水清吗？我就是到了这个巴哈马这边来以后，就觉得吧，它这边这个水啊，真的是哪哪都很清。嗯，我们现在拿灯照一照，你们看到到有鱼或者是海螺不？要有海螺，我们就去捡一下。看到石头了。石头那多得很呢。得潜下去看。哎，我们今天去那个浮潜的地方啊，水也很清，还有好多鱼。下面有什么东西吗？就是鱼啊，鱼还行，比巴掌大，比脸大。巴哈马岛上的姐妹花，她们两个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啊。狗，哪有狗？哦，人家车上的狗。你们两个是要照背影还是要照？照背影吧，这边不要看。不过这个危险系数不大，这个地方对他就算掉下去，马上一把就把捞上来了。这两把都捞上来了。对，你要干啥？那个安妮，好可爱是吧？好了，要照个相给他们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啊到这结束啊，我们回去了，因为感觉有点小下雨，那边还看到闪电打雷了。我明天呢就结束了在巴哈马的长达两个星期的行程啊。就飞回多伦多休息几天玩几天呢，然后我就再飞英国，然后去爱尔兰啊，现在还是要继续环球旅行，不能停下，因为我的年龄要一直在增长，所以说我根本没有时间停得下来，知道吧？就这样子了，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，就这样子，拜拜。